啊，水最好是干净一点哈，或者要换一下。很好，比如说我现在用黄色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调一调。这时候这个都是干净的，有没有？嗯。这个颜料出来都很干净。然后我现在再用比较浓的，再调，然后我鼻尖再一点点红的。我这边，因为它就会有，甚至我说我如果说要把它勾边。它是变成它是一个整体的，它就是比较能够变成一个整体。然后同样的，我这边有，因为鼻部这边是水，我这样下去，这边是水，这边有颜料，它就会很自然的融合，嗯，不会说是好像是比较平板这样，嗯，好，啊，那这个就是说都是。